在这个台湾的已经发展了20年的时间的历史，从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发展到今天，成为街头巷尾大街小巷，大家呢所熟知的一个影视内容的娱乐产业。那么提供给许许多多的戏迷，很多的这个老老少少，大家很好的影视休闲娱乐的内容享受。那么整个 PDG 所有的同仁呢，会一直秉持我们热忱的这个精神，精益求精，不断的发展更好的内容。 那当然有好的内容，一定需要非常好的新加入伙伴来跟我们配合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非常非常的感谢7-Eleven，那么在今年此时此刻这个时候，终于呢跟我们携手并进，要一起来推广我们霹雳的剧集，让我们更多的戏迷能够用更容易的方式可以取得我们的剧集。在台湾，7-Eleven是 全台湾最大的连锁便利超商，全省有全台湾有超过4800家店。那么我们相信，透过这样的密集的这些行销的据点、销售的据点，一定可以让我们霹雳的剧集让更多的戏迷很容易的来购买到，当然也能够让整个布袋戏的表演艺术在台湾能够呢更加的发扬光大，更加的。 跟统一7的合作，我想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。比如说我们在宜兰的统一南洋，我们就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；还有我们高雄的梦时代，种种的迹象，我想奠定了霹雳跟7的一个合作的关系。我想一个好的商品呢，一定要有 很坚强的通路，霹雳呢，它是一个内容的制造业，从霹雳里面呢所产生的偶像非常非常的多。但是呢，除了说各位戏迷的支持之外呢，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各位戏迷能够非常容易、非常方便的能够取到我们的 DVD。 所以说呢，在今年呢，我们扩大了整个通路跟7-Eleven来做一个配合。我想7-Eleven呢，在台湾呢这么多年来呢，大家有目共睹，他们做得非常的成功，不管是在商品上的一个口碑，或者是说在他们宣传包装种种，对于呢 我们这种非常本土的传统文化，绝对会加分加成的作用。所以今天呢，也非常荣幸呢，能够受到7-Eleven的这种关注呢，认同。最近呢，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，除了说我们一定的一个具体的拍摄之外，我们的3D 立体电影。 七的密码也如火如荼的在开拍，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工程。我想在台湾呢，拍3D 立体的这些专业人员呢，基本上是屈指可数，非常非常的少。所有的这些技术、这些经验，都是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 我们慢慢的摸索，我想在2014年，各位亲爱的戏迷，一定会看到台湾的骄傲，也是各位喜欢布袋戏的一个骄傲。所谓3D 立体电影《7-Eleven》正是在2014年暑假会上映，到时候呢，我希望 各位喜欢布袋戏的戏迷，喜欢霹雳的戏迷呢，能够到这个电影院呢来支持，它绝对会让各位眼睛为之一亮，在所谓 DVD 上面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些特殊的镜头，我想在7的密码里面都看得到。嘉义之空动武林首卖仪式正式开始，请按钮，开卖喽！ 风雨不离的训练怎么样？准备轰动，快点！
霹雳降雨之轰动武林，转达新闻热点，轰动九七，霹雳降雨之轰动武林。